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鲁哥。然后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城市网吧的赛道之王第一名的跑法，那个跑法，他跑的速度有多快？这个应该都可以直接在那个排位赛里面那个赛道之王里面看啊，就是可以看这个他们第一名怎么跑。那一开始就直接就开始飘啊，就是他们很多很多那些大神都喜欢这一次的这样的快乐，一开始直接飘一下。我们看他这个漂移的速度还是非常猛，从这个角度居然能飘过来啊！我以为这样的角度基本上就是撞墙，没想到还是能飘得过去。那这一个那个拐弯，这张图说简单也是挺简单，说难也挺难。就最后那几个是吧？弯道还有一个加速的地方，我们看这个赛道之王他是如何跑的。这里，他这里直接不走上面啊，直接是往那边，直接是往那下面直接穿下去。然后这里有的时候很容易掉下去，因为一跑到这里都特别紧张，很容易掉。还有这里它就直接加速的漂移，这种加速漂移很那个把握的不好的话就直接就撞墙，每次都很怕，所以我都不敢有进到的地方都不敢加速，跟大神不一样。就到这里，又是一个完美的漂移，这里又是一个加速的超进道，这个漂很漂得很久。这前面基本是没有碰撞啊，非常溜。马上又一道啊，就快跑完了。就是这里啊，每次都到这里就会紧张一下。我们看他直接都是往下面走啊，都不往上面走，这就是超近道的啊。我每次都是想往上面走，因为上面也有一个加速。一到往上面走，在后面就不好控制。好，在这里，这里他这样不漂移啊，这里如果再漂一下，他应该速度会更快一些。那我们就先看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回再见。